难得呀，一次性要。要啦。要啦。明天先吗？是啦，最后一天要。还是明天。够力了哟。好有那个布的天。上的蛮快，不错。他这样矮哦，矮就矮的啦，人少人多很多人少少，人喺度。做咩啦？做咩？做咩？来，所以先进来这个探楼先，给我知道谁在这里啊？你看这个，周丽，你不要假假他存在感，那你算了两个小时的存在感了，刚才，是不是？来，所以呢，杜说分享了，来，谢谢 ，Hello， 群像分享，还有莹莹也是，大家叫 ，Hello， 莹莹，下午好，然后还有呢，表妹下午好，来，阿杜下午好啊 ，OK， 然后还有呢，苏西用表妹虎牙妹下午好 ，Hello， 下午好 ，Hello， 青青，表妹，还有虎牙妹下午好，青青下午好，来，所以呢，已经开始呢，人数已经开始慢慢上去了，来。先进来 say 一个 hello， 先给我知道有谁在这里，好不好？给我知道有谁在这里啊！打进来一个 hello， 因为呢，已经有150多位粉丝了，但是呢，应该是有最少啦，有150个人会打招呼了，但是没有，才有几个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如果是第一次进来的粉丝呢，我们这里是 online gaming mall 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，所以我是今天主播表妹，还有乌鸦妹 ，OK， 所以呢，先进来呢，把我们先公开分享一下，好不好？分享这一场直播出去，然后呢，分享一次就够了，不用分享到太多次的，好不好？分享一次出去，去呢这广告群也好，或者是你们个人主页都是可以的，不用特地方去。对，也是可以啊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还有谁进来了？看一看先啊。那了解，如果已经有跟我公开分享的粉丝们呢，来先进来帮我打一个3号。直接跟我说上一个3号先，有帮我分享的话，直接打上来一个3号。然后今天等一下呢，有打一个3号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，好不好？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们的分享啊。然后我看谁进来先。莹莹说虎牙妹下午好，来 Conny 也是说 Hello Beauties，Hello， 来下午好，还有我们的葱花我也是虎妹，你是虎妹啊？她是虎牙妹，哈哈，虎牙妹下午好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表妹你穿的很好看，谢谢。来来 YK，Hello， 来 YK， 表妹虎牙妹下午好，来 Anne Hui Ko 也是 Hello， 来我们的宽带赖也是两位美女好没好 ，Hello 林胖子，我很久没有看到林胖子进来了，哈哈。来，苏西亚也是说我不在，我看到你已经在了。来，所以我们的快呆啦也是打一个3号来，谢谢你的分享。还有 Conny 也是分享了，还有祖儿也是分享了，还有我们的王丽、莹莹，还有梅艳库也是已经分享了。莹莹，很久没有看到你了。谢谢你，来，对呀，莹莹。给你们猜一下，今天你一旦看虎牙妹绑上头发，你知道今天这个产品是什么吗？我跟你讲了，这个东西哦 ，OK， 连她都会用的啦。基本上这边每一个粉丝啦，我跟你讲，对你们来说是擦擦水，但是呢，只是说呢，这个是技巧关系啦。但是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啦，它是一个哦，连一个零基础的人啦都会用的。零基础，因为今天这个产品也可以说是一个教学啦，因为很多粉丝呢之前有买了，然后还跟我讲，哎呦，我还不会用哎，到底几时才有开这一场直播？然后这个呢到底是怎样用？因为今天这个产品可以说非常的方便，包括今天如果是说今天你是新手也好，或者是刚刚做人家的老婆也好，或者今天你是很本领煮东西也好，来，今天我们呢直接教学关于煮的东西，但是今天虽然我不是很厉害煮，但是今天我要给虎牙妹呢做一个呢，我们通常啦，平常都会煮的东西，就是说每我们的生活中啦，你一定是有gas 炉，或者是今天你一定要有至少有一个有走电的，因为什么？当你没有 gas 的时候，你就要用到它。但是今天这个它很智能，它是自己今天你叫我煮的东西啊，容易的嘛？容易，不要玩嘞，蛮容易下的。OK， 来，所以呢人数呢还不是上的很多，来。给我们呢，先那个人数达标先，好不好？先帮我们先公开分享先，因为今天这个产品啊，蛮多顾客已经问了，哎，到底是有开这一个直播啊，然后这个产品教学啊，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说，等一下我会直接 A 到 Z
直接教学 ，A 到 Z 直接教学。这个产品来讲哦，如果今天啊，你们是要在家里，如果是迎接新年啊，你们要不想要买太大的那种火锅炉的话，你们可以用它来做。而且最主要是什么？你们如果好像虎牙妹这样子，可能有一些人，好像我这样子，二十多岁，你不是很会煮，然后你结了婚，你想要去就是做一个好的东西给老公吃啊，给男朋友吃啊，你们就可以学这一个啊，用它来煮，我跟你讲，很容易又简单。最重要是连 gas 炉都不用开，哈哈哈哈。然后这个呢，它除了只是说来煮的，不是的，它非常多功能，而且我跟你说这个啦，我跟你讲，今天你至少一定真的要放一台在你的家做 stay 的，因为什么？真的今天这个哦，无论你真的是每次啊很繁忙，然后包括你今天是新手，或者今天你每次觉得，哎，我又想买一些 budget 又不要太高，但是又要很好用，又要什么都可以煮，又要什么都可以用到的。来，今天我们直接呢就会介绍给你们，而且就会直接教学，因为很多粉丝有问的，到底呢你讲到这个很多东西都很容易，但是是怎样用呢？很简单，等一下我们会直接开始教学给大家知道，好不好 ？OK， 炸爆炒焖煮蒸爆，全部没有问题，对吗？对。然后今天记得一定要帮我们公开分享先，有分享的粉丝记得刷上一个三号，因为今天只要你有公开式分享的话，等一下我们肯定送的礼物不是一份，今天送八份礼物 ，OK， 然后价格我跟你说，价格三位数，但是今天不需要，所以先进来帮我们公开分享先。不需要三位数啊？不需要。所以呢，先进来帮我们公开分享先啦，记得有分享刷上一个三号啊 ，OK。来，所以我看一下呢，我们分享次数先。200多个人，那有分享打上三号哦。对，记得今天表妹讲啊，你们今天有分享的话，买那个东西不用差不多三位数。还有8份礼物收哎，哇，真的很好。来，所以后面那两个字是什么？态度。嗯，这个态度要正确。对 ，OK。来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分享已经到一个120个分享罢了。来，所以能不能这边200多位粉丝一人按一个爱心上来给我们，好不好？一人按一个爱心给我的虎牙妹去前面准备一下，因为今天不是我煮，你们要煮虎牙妹。OK， 那但是啊，你们不要消遣，因为很多人都相信啊，如果是新粉丝，你们就不知道虎牙妹啦。但是如果是旧粉丝，相信这边很多都知道了、啊。虎牙妹下厨煮东西嘞，大家也会吓到。但是今天我绝对让你们今天会看到另外一个的虎牙妹，好不好？所以先进来帮我们分享的过来，一人刷一个爱心给我们的虎牙妹，给她直接去前面准备。要看我煮饭啊，先帮我分享先。对，分享先，给更多人进来谢我先。不会啦，不然呢、啊？不够，我要给多多人一起。他喜欢给人家笑、啊、我喜欢给人家笑，所以你们先帮我分享先。想要看我今天呢，用这一个呢，非常好用的这个又容易又容易上手的这一个呢，它叫做什么？智能宝是吗？它万能的，它不是智能，它直接是万能了，而且它是 upgrade 版第二代了。upgrade 版到第二代了的 ，upgrade 版最新款了的，所以今天这个所以呢 ，OK， 来准备好了吗？200多位粉丝准备好的话，300人可以吗？来，所以呢，继续帮我们公开分享，我们呢直接事不宜迟。如果是说刚才有评论我们是没有念到的，来在这里也谢谢你们先，谢谢你们帮我们公开分享直播。然后如果是真的是最近有时评论有次字的问题，那不要生气啊，因为不是表妹标图，因为真的是每次要关播过后才看到，哎，谁进来了，谁进来了。真的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 ，OK。来，所以快用力也是说两位美女好，哎，下午好，下午好，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来去前面了，但是前面多了一个人，听吗？今天 special 有一个站在那边，那个要做我的背后的女人啊，背后的女人，OK， 来，我准备啊。所以呢，先给我一个爱心先啊，刷那个爱心上来给他先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我再看一看啊，那个爱心还不是很多，还不够哎，这样子的话哦，他就有一点害怕，他会害怕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们事不宜迟了，准备直接转去前面呢，给大家知道今天这一个产品啊，3、2、1，记得先帮我们公开分享先啊。Hello， 嗨。嗨，有机会站在这边讲这个领域来讲，其实我是蛮上手的，大家。来，所以呢，那个就是我们的啊，传说中42寸长腿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看他，所以他喜欢站在我隔壁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矮嘛。对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，这边200多位粉丝来先继续帮我们先公开分享先啦、
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产品就是我们的这个来自日本的 Shiro 品牌的这个万能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我要介绍给你们这个产品，相信各位大家你们的家里一定是至少一定有 gas 炉的，包括如果是说你们今天是家里有买过或者类似这样子的电器的东西，你们是要拿来煮东西的话，你会担心一个问题一个状况，就是怕它的火候不够大。然后包括今天这边有没有粉丝每次煲汤煲那种肉那种猪肉啊，或者是今天你是要煲糖水啊，每次忘记关火，然后包括你今天又要不懂自己呢那个火候要怎样去调，或者今天那个水分会很少的，有的话来打进来给我一个呢，做个小互动，打一个有。因为今天我们的这个呢，它是直接可以说它是走智能，而且它这个呢，它是直接给你们多功能选择。为什么我这样子说呢？今天我们的这个呢，它是直接可以呢给你们多功能选择，就是比如说今天如果你要煲粥，你要煲汤，你要煲饭，包括你今天你是要煲其他的那种糖水的话，它是直接一选择功能，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呢去忙你的东西，因为它就会自动跟你煮，然后就会自动跟你保温，明白吗？是完全不需要你今天在那边顾火的。所以今天这个非常的方便，也是可以说呢，今天它这个绝对可以说，如果是说老人家，包括今天年轻的或者今天很少煮东西的粉丝们，今天新手的来全部可以看进来。今天它这个呢，它是这个呢有26cm 的，不像好像以前我们那个这样，以前我们那种通常小小个来煮 Maggie 面的话，它我跟你讲太小个，你要煮东西煮不到，包括那个火候小小个，怎样可以拿来炒东西？因为今天这个呢，它的这个火候就很像我们家里用着的那一种 gas 一样，可以来煎炸爆炒蒸，包括你今天要焖东西都没有问题。它这个呢不是那种普通的那一种呢做不粘锅，它这个是大金涂层，就是日本的大金涂层，它是直接是不粘的。所以今天这个无论你要煎东西呀，你都不用担心今天是要放到一大堆油，或者今天你要煮那些东西又怕它粘锅，很怕有这样子的状况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呢会直接呢教大家怎样去用我们的这一个万能锅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这个呢，我们首先呢，我们直接呢煲一个糖水给大家看先，我们会直接煲一个糖水给大家看先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这个呢，直接把它拿过去先，这个整架。所以今天这个你可以看啊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现在首先呢煲我们的这个绿豆水，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粉丝相信你们这边会担心一个情况，就什么呢？这个不用卖，因为你要放水下去的。啊，对，你后面拿那个绿豆就可以了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，无论你要煲红豆水煲绿豆水，如果是说你今天要煲东西，你是不是很担心它的水分会变少，包括你今天要去固火，或者今天你要觉得它不懂几时才会开花，然后几时才会煮到熟。但是今天我们介绍给你的这一个，它是有深度7个 cm， 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它是 3.2 个 liter， 它今天可以煮到5包到1个9包每一面没有问题啊。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绿豆全部放下去先，我们直接把它放下去，然后过后我们直接倒这个水下去。为什么我会直接用这个水？因为今天我是直接给你们看，我直接放这个冷水下去，然后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火候快不快，给你们看一下快不快。来，再倒，直接倒，倒到它一个八分满就可以了啊，再倒，然后可以停了。所以今天这个呢，我们就直接把盖子盖上去，然后呢我们虎牙妹就要把它移上来一下，然后我要教大家怎样去功能选择了， OK。 来，所以呢给我调一调那个镜头先。所以今天我们这边呢，它会有4个button， 它会有4个button 啊。所以比如说今天你是要选择功能，很像我们的这个虎牙妹呢，它现在已经是这个糖水，糖水的话你就可以选择这个糖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按这个，来，你可以放下来，我觉得你手会累。来，你放下来先啊，这样子可以了。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呢，我们会有4个 button。第一个就是说你按错了的时候，来，所以如果是已经有买过了的粉丝，你不用来，现在表妹会直接教你们怎样去用这一个呢，我们的这个万能锅，非常非常的方便的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如果你按错了这个 button， 你就直接按 cancel， 就是说删除。然后今天我们要选择功能的话，就是一头一尾巴了，选择就是在这一个。
今天我这个呢，我通常如果你今天要煮面，你就按面，然后你要煮粥，你就按一个粥，它就会跳去一个粥。然后如果你是要包饭，你就是按这个饭的功能。然后现在这个 hot pot 呢，就是煎炸爆炒。然后我现在就把它跳到这一个汤的这一个位置，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今天你是要煲汤、煲糖水的话，你就按这个汤，因为为什么？你看到它这边写一点零啊，就是说它这一个会直接跟你煲一个小时，一个小时它会 automatic 自己断电，然后它会自动跟你煲温六个小时。然后你们会问我一个问题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问我这样子它的火候，如果它持续这样子，它会不会自己关大火、小火、中火？因为今天它这个已经可以说是它已经 set 好了的，就是说今天它一开始它是煮到很滚，然后过后它会直接 detect 到你是煲汤的话或者煲糖水，它会慢慢的跟你大火、中火、小火慢慢的煮到一个小时，你的汤、你的糖水它全部直接已经会跟你煮好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会超打，你也不用担心它的水分会少掉，包括你今天也不用担心你会忘记顾那个火，包括你今天要出一个门都没有问题，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你看到吗？我们现在直接打开那个盖子给大家看，所以你看到它这边已经开始那个绿豆在那边动，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它传热非常的快，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那一种不粘，它这一个是大金涂层，所以今天它传热非常的快。第二，今天它这一个呢，它非常容易的清洗，包括你今天它有大金涂层呢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什么？它的这个 quality 会比较好。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直接转过去另外一边，我们呢教大家怎样煎一个零失败的鸡蛋，好不好？因为今天我讲了功能，就说比如今天我是煲这个糖水或者是煲汤的话，我已经选择了功能，所以我就不需要去理它，给它自己在里面煮，给它自己在里面焖，明白吗？然后过后这一边我就可以做另外一样东西，就是什么呢？今天我会直接在这里呈现一个零失败的鸡蛋，相信各这边200多位粉丝，如果你们今天是要煎鸡蛋的话，以前你用一个锅，你会担心什么？这个锅够力了，那个煎鸡蛋会不会粘？然后那个鸡蛋会不会美，会不会很像整个太阳蛋这样子出来？来，今天我们直接在这里会呈现一个零失败的鸡蛋，而且是完全是不需要技巧的，明白吗？来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直接也是一样把它开一个火先，所以也是一样，我们这边也是四个 button， 然后我就会选择功能，把它跳到 hot pot， hot pot 就是煎炸爆炒的这个选择功能来的。所以今天它这个呢是有分 P8 就是说它的火候是大火，就很像你用 gas 炉的大火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要调到一个中火的话，我们就是按这个第二个的 button 了，就调一个小火，看到吗？所以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哎呀，我觉得我可以煮到很厉害的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可以调到一个 P8，不要先啦，看到吗 ？Hot pot， 今天这个除了拿来煎炸爆炒的话，还可以做什么呢 ？Hot pot 就是说今天它还可以拿来做火锅，所以今天你无论你要带出去或者今天你要去哪里都好，都可以直接来做火锅的，看到吗？所以我们直接把那个油放一点点下去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的虎牙面呢，把它摇一摇，给那个油均匀。所以你看，我们直接一开的时候啦，直接看到那一个烟出来，因为为什么？今天它传热非常的快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直接把一个蛋呢，直接打下去。OK， 直接把一个蛋倒下去啊。因为呢，虎牙面很少煮东西的，所以我那个火候我把它调到中火去。OK， 所以看到吗？鸡蛋直接把它打下去，然后过后呢，要怎样煎这个鸡蛋很简单，因为今天煎鸡蛋真的其实是一个技巧来的。以往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煎鸡蛋啊是煎到勾勾力，然后整个鱼啊不香死，整个那个蛋啊，我跟你讲那个蛋哦，是哦，蛋黄不煎啦，或者是熟过头啦，或者是超打啦，都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的。但是今天这一个它可以直接煎到一个零失败的鸡蛋，明白吗？它可以直接煎到一个零失败的鸡蛋啊，等一下先啊，你不要弄它先，给它在那边自己煮先啦。啊，对对对。
OK， 所以今天这个无论我刚才有说，如果你要煮火锅可以吗？可以。你要煮汤可以吗？全部都可以。有时候我们在呢家里，哎呦，我特别喜欢吃火锅的，你也是可以直接用这个来煮火锅，因为第一它不会太小，第二它可以煮到一个三到四个人的份。尤其是说很多人觉得，哎呀，今天我的厨房很多个很多的那种呢锅啊，很多个。今天我跟你说，这种走电的又要它够热的，传热够快的话，我跟你说真的不可以少一台。因为有时候你今天你要煮一个早餐，你不需要搬到整个厨房都是锅，不用全部搬出来，你只需要用一台，它已经可以顶到一个六台了，明不明白？ OK， 来，所以你可以把它推一推了。推一推啊！啊，对，把它推一推过去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啊，我们现在把它这样子推一推过去先。哇哦！啊，因为哦，虎牙妹有一点点干干的呀、啊、哈。Okay. 啊，因为她没有煮过东西的，所以你们呢体谅她一下、啊，给她做一个零失败的鸡蛋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再看一看我们的评论一下哈。OK， 我看到很多粉丝已经有进来了哈。电话也是说没有啦，是试用。OK， 来，所以表妹我来 ，Hello， 强哥你来了啊，你要看虎牙煮东西啊，我跟你讲 ，OK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现在呢直接来划这个鸡蛋给大家看，因为今天为什么我要给大家看要做这个姿势呢？今天因为什么呢？它这个鸡蛋是完全呐、啊、不需要、哎、来，没关系，你直接把它倒出来就可以了啊。哎呀，我的蛋不美了。来，看到吗？所以今天啊，它这一个鸡蛋哦，它是不需要啦，你要拿它去铲出来的，因为今天它是完全这一个是不粘，所以包括今天哈，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直接是完全不粘的，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今天煎一个零失败的鸡蛋就是这么简单而已，完全是不需要这一个技巧，就已经可以煎到非常美的鸡蛋，包括它的火候，你完全是不用担心的。所以今天你会问我，哎，这个热热可以直接拿来清洗吗？可以，因为今天这一个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这一种不粘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热热的拿去清洗，可以直接热热的拿去清洗啊。OK， 来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直接开那个水啊。边个嘅嘢放喺呢度先？六妹你的东西拿走一下哈 ，OK？ 买了超喜欢用诶，明天用来做火锅了，来。谢谢你熟悉哦，所以你记得你洗的过程中，你不要呢 ，OK， 那个水分呢，尽量不要倒在这个把灯，倒在左右的地方，倒在左右的地方啊，然后你可以拿一个清棉直接清洗就。对啊，还又跳出去，好彩没有事。林胖子说：“我刚刚买旧款的，哎呦，是一个 upgrade 版了喂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看一看先啊。Hello， 文杰来，下午好啊 ，OK。Coco 说也是那天煮红豆绿豆水啊 ，OK。来，今天这个我们的是这个26 cm， 然后深度有7个 cm， 3.2 个里的煮五六包 Maggi 面没有问题。你煮火锅，整个那些材料全部放进去，然后直接煮火锅，包括你今天如果是说你要带去呢，去那种 outstation 啊，也是直接整个这样子拿去就可以了，因为它很轻，它非常的轻。所以今天这个无论你要煎鸡蛋可以，然后包括你今天要包东西没有问题，因为你完全是不需要复活的。来，彼得要说可以水蒸蛋吗？或者蒸鱼可以，因为今天我们呢都会附送给你这一个呢我们的这个白钢的这个蒸架，所以这个蒸架是其中一个赠品，其中一个。所以今天这个蒸架，无论你是要来蒸发糕，你要拿来蒸鱼，或者今天你要来蒸包蒸水蛋，全部都没有问题。包括你今天你是要来直接拿来蒸这一个饭也是可以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另外一台呢，我们会直接包一个饭给大家看。因为很多人呢会问我，到底这个可以包饭吗？可以，只是说今天它传热很快，尤其是在中间，因为它的发热圈是在中间的。如果今天你是直接要包饭的话，今天我可以跟你说 ，OK， 它这个饭包出来肯定就说一定会有一点点粘。如果今天你是要准备做那些呢，瓦煲鸡饭的话啊，这一个我跟你讲一流，非常的棒。来，我们现在把这一个米呢直接放下去啊。OK， 然后呢，来，所以呢 ，V 那天说，煎黑一点哦，虎牙妹。OK 了，他的蛋已经熟了。要煎黑一点呢、啊。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担心了。OK， 来，所以强哥说，小编这个蛋你吃嘛。来 ，Hello Lilian， 来，下午好啊。来 ，Smi， Smell 说多大？来，刚刚已经回复了哈。OK， 还有呢，虎牙妹下厨，对呀、啊，你们也吓到是不是？曼华也是说好用，来，谢谢你啊，曼华，非常谢谢你的好评。所以你看，今天我们每一个粉丝，如果是已经进来了的，他们都会给好评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天。
天我们给你这一个产品，我跟你说，如果你在外面看到，而且呢，有时你们以前看到那种啦是第一代，而且也没有的 set 时间或者之前那一种款，它是不会自动跟你断电的。但是今天我跟你说，这一台真的是必需品，你可以找到今天你要煲汤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，你是不需要固火的，然后你的水分也不用担心的，你可以直接去那忙你的东西，然后你的汤可以煲到非常的好喝，明白吗？来，所以呢，我再看一看啊，虎牙妹搬呆了，是啦，很多人觉得很厉害哦 ，OK， 来，所以今天这个煲饭呢是要怎样煲呢？很简单，我们直接就选择功能这一个我们的饭，因为今天它也是有四个功能，我们就会直接把它按到这个选择功能。跳到这个饭的功能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你要是要煲饭的话，你直接按到这个就可以了。然后这边我们有四个 button， 第一个 button 记得它这个呢，就是如果你按错了一个键，你直接把它 cancel 了它。第二个呢，这个呢就是说，如果你选择 hot pot 的时候，你要煎炸爆炒，这个是调火候。然后今天这个呢，就是说你可以直接 set 那一个时间。然后今天这个呢，就是我们来选择功能了，就是说刚才我选的是这一个。煮面，如果今天以前的人啊，他会怎样你知道吗？煮一个 Maggi 面罢了。但是今天我敢跟你说，这一个不要只是拿来煮 Maggi 面，今天我敢跟你讲，你可以一台拿来煮这个煲这个汤，你一台还可以煎炸爆炒，或者包括你今天都可以拿来做一个火锅，明白吗？OK，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这一个呢，我们已经把它选择了这一个煮这个饭的，或者如果今天你要煮粥的话，没有问题，明白不明白？然后现在呢，我们直接把盖子盖上去， okay. 直接把盖子盖上去呀、啊、，OK， 来这边200多位粉丝们，你们有没有粉丝想知道今天的这一个优惠价？如果有的话。打上来一个八号，给我知道有没有粉丝想知道优惠价的。然后如果是没有的话，我就继续再做这一些示范。因为今天我这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教学，因为很多呢我们的顾客跟我讲，哎呀，我不懂要怎样用哎，我不懂要怎样按那个 button 呢，我买回去给我妈妈，但是我妈妈不用哦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你就可以看进来先，明不明白？来给我读一读评论一下哈 ，OK。然后呢，说两句哈、啊，不抢你的风头，没有啦，李莲 ，OK。你们今天要下。的朋友打上八号对吗？对，一定要公开分享。如果你今天没有公开分享，你是抢不到这个价格，你下单是不成效的。那么记得还有就是一样东西，今天呢有八样东西送给你们的 ，OK。所以呢，一定要先进来帮我们公开分享先啊。然后呢，我们的小千问说，汤可以煲几个人喝？这个如果是说你放那种碗的话啦，通常一个4到5个人。如果今天两公婆喜欢喝汤喝很多的话，2到3个人份，2到3个人的份，明白吗 ？OK。然后呢，今天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，有分享的粉丝你就看到你的名字上面有一个 share。然后如果是说你今天没有公开是分享，抱歉，这8份礼物你拿不到之外，你拿不到这个优惠价。今天我们的给你这个优惠价，还给你们一个6个月的 warranty， 还给你们6个月的 warranty 的，明白吗？而今天我们是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卡其色，一个是粉色。然后今天刚才有人问我，如果说你今天你是在煲东西的过程，它是直接可以拿来蒸东西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包括今天你是来煮粥的话，你上面放海鲜，你都可以直接做一个海鲜粥，给它那个海鲜的味道直接滴在那一个粥那边。所以现在我们会直接把这一个蒸架放上去，然后我就会把这个煲，然后直接放上去这个馒头。如果今天你要蒸发糕，你要蒸东西，你可以直接很像我这样，下面在那边煲着汤，上面在那边还可以蒸东西，非常的快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，粉丝们已经呢有几个刷上来一个八号了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粉丝们准备好啊，今天如果是说你在外面，你会看到这样子的万能锅，记得它不是以前那一款，它这个是已经 upgrade 到第二代了，最新款的。26，它这一个是有26 cm， 深度7个 cm， 然后今天它这一个可以煮到一个5到6包 Maggi 面没有问题啊，最重要它会自动断电，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。今天我跟你说，绝对找不到这个价格了。如果你们在外面看到这个牌子啊 ，Shopping Center 改天都会有看到，原价在外面都要一个199块。今天在直播下单有公开式分享的粉丝们，准备好，今天一台带走只需要一个。79块
直接带走，79块直接带走一整台。所以今天我们是有两个颜色来给你们选择，有一个卡其色，还有一个粉色。今天我刚才有说了，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，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之外，今天只要你们有公开式分享的粉丝们，今天有8份礼物送给你们。有什么呢？今天第一，我们就送你这个真价。然后第二，今天呢有还有7份呢，就是我们这里，明白吗？整套这些餐具啊、木铲啊这些全部送给你们的。所以今天要怎样下单呢？来，我直接给你们知道，西马邮费一台的话就是加一个10块钱的邮费，如果是东马的话就是30块的邮费。但是今天粉丝们，今天如果你带走两台的话，直接西马直接免邮158块，西马直接免邮。然后听好好啊，我们就是说一整套的东西，你买2台我就送你2套。因为今天这个呢，如果是说你有这个 budget， 真的可以买多一台。因为为什么？一台你可以来煲汤，你就不用管它了；另外一台你可以来煮东西、煎炸、爆炒，它的火候绝对胜于这一个 gas 炉，明不明白 ？OK？ 所以它记得它不会耗电的。等一下我会直接给你们知道要怎样下单。如果今天你要选择这个卡其色的话，你就打 AK 加一；如果你要粉色，你就打 AP 加一。OK？ 所以小帮手打上来教大家怎样去下单啊，明不明白 ？OK？所以如果是东马的粉丝，你们买2台的话就是50块的邮费，如果你是单单买一台就加一个30块的邮费。今天无论你是在外看到它这边包到热热的时候，或者今天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已经冒烟，但是我的手可以直接这样子摸，明不明白？因为什么？今天这个它是直接设计到不会危险，包括今天小孩子碰到都不用担心，不用怕烫到他的手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这个外面呢是不会热热的，只有温温，所以你不用担心小孩子不小心触摸到他。包括你今天的孩子12岁了，你要教他自己学自己去煮东西，我跟你讲，这个绝对是最好的选择。因为为什么？第一，他容易；第二，今天不需要调火候调到很麻烦；第三，今天如果他只是要煮一个 Maggie 面，他选择这一个面的功能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无论你要煲汤，你要煲粥，很多时候你用 gas， 我跟你讲 gas 来煲汤是不是要煲1个小时？是。煲2个小时要怎样办呢？要看火。你的 gas 我跟你讲啊，每一天要煲汤，因为现在很多人哦都要喜欢哦，有至少啦3爽一通，2个菜一个汤也是有。但是为什么呢？因为汤它可以呢 ，OK， 滋润。第二，因为汤它的营养全部在那个汤里面嘛，所以通常家里很多的时候都会有煲汤。但是今天我跟你讲，如果你还在用 gas 炉来煲汤，这样子真的很浪费。因为为什么 ？gas 很贵，你每天那个 gas 啊，每天这样子开来煲汤啊，煲2个小时啊，30天。多少钱了？然后你的 gas 要订多少桶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你可以直接用这个来煲这个汤之外，第一它不用你去顾时间，第二它会自动跟你断电，第三今天它还会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这边呢 ，OK， 比如你可以看我这边啊，如果是说我们这边呢，它是已经在外面煲饭的，所以我就不要理它。我跟你讲，它今天这一个煲饭哦，你也不用管它的，它会自动的断电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呢会直接做第二样东西给大家看，就是今天我会炒一个青菜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青菜如果你的火候是不够力的话，不够大的话，你今天炒那个青菜啦黄，然后要炒很久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是直接试这一个火候给你们看。包括你今天你会担心那个火候不够，到底怎样煮东西，我跟你说你绝对可以放心。因为这一个可以说啦，它这个第一代我之前卖的时候卖到1粒都没有，然后过来到第二代的时候，一场直播可以说是100粒。所以呢，今天小帮手听好啊，我们只有80粒而已，我们只有80粒而已啊。所以如果是已经呢 ，OK， 等一下你一定要跟我算好好，不要超过80粒啊 ，OK， 因为呢只剩下最后的80粒而已。所以呢，今天来我们现在呢会直接呢教大家调一次火候啊。所以这边粉丝们，你们如果是下单了的过后来。先进来看了先，先进来了解先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时候你会担心一个问题，哎呦，我不会按了，我不会用了，这个要怎样用 ？OK， 包括你今天跟我说我没有时间看直播，没问题，你可以去我们的 YouTube 那边，我们的 Online Gaki Mall 的 YouTube， 然后你直接去看
我们那边呢都会有一个教学的，但是我现在直接讲直接教学会比较容易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所以现在同样啊，大家听好啊，这边有四个 button。第一个就是说你按错东西，你就要直接把它删除掉，就是按这个，然后这个你就不要碰它先，这两个你可以把它停止。然后现在我们直接选择功能，就是说今天如果你要煮面，你就按面，然后呢它就会跳去煮粥，再按多一次跳去煮饭，再按多一次它就会跳去这个 hot pot， 就是说你今天要煎炸爆炒就是用这个，然后如果你要煮火锅也是用这个，包括你今天煮着火锅你要调火候就是选择这个了，可以直接把它调火候，明白吗？ OK， 然后现在我们直接呢把它呢放下来先，我们会直接呢炒一个菜给大家看，然后首先我们呢就把它放一点油下去先啊，对，我们直接放一点油啊 ，OK。来说，我看到很多粉丝呢都已经有刷一个8号，记得先帮我们公开分享啊！今天只要你有公开分享，你直接抢到这个优惠价之外，你还可以呢拿到我们送你的那8份的礼物。因为如果是说今天你们呢拿到整set这样子的东西了，你在外面买肯定是要原价199块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还给你们6个月的保价，你不用担心告诉我说是不是这样便宜，然后这个它的quality不好。不是，因为今天这个达西洛厂家，他是直接可以说他拿这个呢，他是要回馈给大家。在这个时候，因为很多人跟我讲，哎呦，我想买锅，但是我觉得我不要买太贵，但是我又要好用，要怎样选择，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我们就看进来先啦。首先，你把它放一点蒜米下去啊 ，OK 啊，要放蒜米的。包香啊，要包香 ，OK。所以你可以看它传热很快，短短的5秒，我们的这个火候它就已经在冒烟了，看不看到？然后它清洗的过程，等一下我们会直接示范给你们看。所以可以炸吗 ？Maggie Wong 问的很好，今天这个绝对是可以炸。等一下我会直接呢会炸一个薯条给你们看 ，OK。所以你看到这个蒜米已经黑了吗？看不看到？粉丝们，有看到的粉丝来，一人按一个爱心上来。所以我们现在虎牙妹呢，可以直接把那个菜放下去了，可以直接把这个菜放下去啊。听到那个声音吗？听到吗，粉丝们？今天它这个火候够不够力？你们用你们的明亮的眼睛可以去看。今天你可以看它这个火候非常的够力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放一点点水下去啊！哇，叻了哎你！我有准备，我有准备。哇，你很行哎！突然间觉得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你就把那个调味料放下去，倒下去。调味料啊，那边已经调好了的。OK， 我们直接倒一点下去。啊，倒完了。不用倒完，倒一点点了。OK， 然后呢，你直接把盖子盖上。盖上啊？嗯。要均匀先是吗？对，均匀。行啊你。刚才。OK， 来，我们直接把那个盖子盖上。记得今天它这一个菜炒到很快的，因为什么？你看那火候嘛，听它声音去，哇，够力哦。OK， 然后现在来给你展示你的呢，这个呢，很厉害的东西了。拿那个锅上来抛一抛它，哇，我跟你讲，虎牙妹啊，从来没有试过这样子的，看没看到？啊，好不好玩？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你直接无论你很厉害煮，或者你是新手的话，我敢跟你说 ，Grandy， 你今天你用了这个万能锅，你绝对会爱上它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它是直接零技巧都可以煮东西，看不看到？然后现在呢，来，我们直接把它关火。因为什么？这个菜已经好了，我们现在直接把它按到这个 cancel， 然后把这个插头拔出来，然后现在直接打开它。所以这个菜。完完全全是不需要你炒超过一个20分钟，或者一个2分钟，看到吗？美美，来，我们直接把这个菜青菜拿出来一下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它这个青菜啦，青青的，美不美？粉丝们，美的话来打上来一个美。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你看到它的叶绿素还在吗？你看到它的色泽还在吗？所以今天炒菜它的火候只要够的话，你今天炒的菜绝对不用担心太熟、会太干、会太老，明不明白？它就是这么简单，它就是这么容易的去让你们去使用，看不看到？够力哦！我跟你讲啦。我忘记了啊，刚才 tag 虎牙妹的妈妈进来了，哎，因为什么？她妈妈讲很少机会看到虎牙妹会煮东西的。OK， 进来还讲。来，所以呢，前几天还炸到 donut 啊，你连反来还会用来炸 donut 啊。OK， 来几 cm， 刚才已经回复你们了。OK， 可以吗？20
26 cm， OK， 3.2 厘米，深度有一个7个 cm， 深度有7个 cm， 不是那种小小个的、啊哦。然后现在要洗的过程，来这个菜没浪费的菜呀、啊，啊，不要浪费。所以你看啊，那个菜哦，它无论怎样，那个蒜米怎样爆香都好了，你可以看到它全部了是干干净净的。然后它热热洗可以吗？因为很多时候以前我们用那种不粘啊，你会问我一个问题的。基本上这边200多位都会问我，如果热热洗会洗坏吗？不会，因为今天它这个是日本的大金涂层，就是说它已经是在加多几层保护了的，所以今天你直接热热拿去洗，它不会损坏，它不会损坏啊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呢直接拿去清洗，我们可以直接拿去清洗。清洗过程很简单，开一个水 ，OK， 我们开一个水，然后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它这些肮肮脏脏的东西它是没有沾着的，然后过后你直接拿一个清棉，然后直接刷一刷它， OK， 随便这样子刷就可以了，放一点的洗碗水，因为有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直接放一下子然后洗就可以了，然后直接把水倒掉出来。记得倒水的过程不要倒前不要倒后，因为后面是把灯，前面呢是这一个呢，我们也是后面是插头，前面是把灯。但是如果过程中你真的很像虎牙妹刚才这样不小心倒到那一个水，没有问题的， OK， 然后赶快抹干它就可以了。但是记得啦，它没有烤潜水牌的，因为这一个呢它不怕啥潜水牌，它不怕，所以你不要把它拿去蒸水， OK， 只要你们的水分倒的时候左右两边耳朵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 OK， 来，所以我看一看啊，火锅要调什么。火锅的话你直接也是一样按 hot pot， hot pot 呢就是刚才我说的煎炸爆炒的，同样一样很像我们煮菜这样子， OK， 来，不好意思啊，转过来先 hot pot， 你就把它选择功能按到这个 hot pot，你把它选择功能了过后，你可以直接调这一个，就说如果很滚了，你们吃火锅是要慢慢吃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样子你觉得它已经很热了哦，已经熟完了哦，这样子你要慢慢吃的时候要怎样呢？你就用这个来选择它的温度，就是把它调到一个小火或者要中火，然后慢慢的在那边吃，明白吗？ OK， 就是这么简单啊。然后呢我再看一看啊，很多粉丝有刷上，所以我尽量就是读中量中央的评论先啦、啊。所以呢 ，Maggie 也是要158+1啊。所以你可以选择颜色，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随机两个颜色都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的 Maggie 啊 ，OK。然后呢，包饭呢，来 Maggie 这个饭已经好了了，看到吗？那个饭哦，还有一点是差不多好了啊、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它自动会跟你已经包好饭，快吗？对，粉丝们200多位粉丝们，快不快？你们自己看，刚才我整个过程，虎牙妹只是去煮那一个菜，然后差不多就好了，看到吗？你们看着它怎样几时开始煮，所以今天它包饭非常的快，可以来，我们现在呢直接呢拿这个饭给大家看，看到吗？非常的美。所以今天你会问我，哎呀，如果是我要煲饭的时候啊，它的水分是放多少？很简单啊，今天它这一个水分，你是一杯米你就放一杯半的水，如果是两杯米你就放两杯半的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它中间它传热很快，所以今天你的水分要比它多的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所以你看那个饭美不美？粒粒分明的，粒粒分明的，看不看到？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它煲饭可以，它还会自动，它会自动断电，它还会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，方便吗？非常的方便，松松的嘞，那个饭。对，看不看到？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，OK。然后呢，我看到很多粉丝下单，我就没有念了，记得要公开分享啊 ，OK。来，所以温曲倩说 easy to clean， 非常容易的清洗，所以刚才我已经给你们看了啊。邮费多少钱？绝壁邮费的话西马，绝壁也是属于西马的话。一台10块钱，但是今天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，因为我们很多粉丝啦，之前呢他是买一台，然后过后呢他是其实是这样的，他新粉丝他第一次进来的时候他就买一台了，然后过后朋友呢就跟他讲很好用哦，然后他讲是咯，我煲了一个汤，然后我又要来炒东西的时候不够用，要怎样办呢？来，今天他跟我讲我又要再买多一台，这样子上一次我给了邮费 sorry。 今天我跟你说，如果你真的有budget买两台回去，第一你做火锅一个可以做辣的，一个做不辣的，第二今天你一个可以来煲汤，一个可以来煮其他东西，煲一个咖喱鸡，因为今天两台只需要158
令吉，所以今天西马自荐免邮，西马自荐免邮，而且我们送你的东西，今天我们送你这一套八样东西啦，你买一套我们就送你一套，你买两套我们直接就送你两套，明不明白？所以今天如果是买两套的话，西马自荐免邮，西马是自荐免邮，买一套你只是给一个10块钱的邮费，东马的话一套是加30块邮费，两套的话就是50块的邮费啊，东马 OK。 如果是新加坡粉丝呢 OK 也是可以买啊，如果有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打上来。来，邱天一也是说表妹虎牙妹下午好，下午好啊 OK。 Hello 亲戚下午好啊 OK， 还以为你早上是你的时间，最近呢有一点换换那个时间啊 OK。 来，所以如果蒸东西水完了会自动 off 吗？来 VVLi， 因为今天它这一个呢基本上我们蒸东西啦，我们是不会蒸太久，因为蒸东西比如你蒸鱼蒸鸡只有多少分钟？15分钟，很快的。所以今天你记得你的水分装到一个八分满，但是蒸东西它是没有的调时间，只是说你今天你就是说你蒸一个东西差不多15分钟，你可以直接可以关火了 OK。 但是超过时间没有问题，因为记得你蒸东西过程你开到一个八分满，然后你直接把它选择 OK 去一个煲汤，如果你怕你忘记的话，你直接选择一个煲汤也可以，或者你要选择这一个煮面的那一个功能都可以，明白吗？就是这么简单而已。所以你蒸东西你完全不需要技巧，所以你看到吗，今天你蒸那种煲很快，因为你可以同一个时间里面你煲汤也好，你煲糖水也好，你的上面可以蒸东西，你直接或者还要蒸那个发糕都没有问题，明不明白 OK。 来，所以很多粉丝是有打上来我就没有念了，我是尽量念那些比较重要的 comment 啊，品质非常好，来谢谢李念啊 OK。 来，所以 AK 加E 啊 OK， 算你交了，对啦。请问这个锅几大？26cm OK， 3.2个里的5包6包每一面整全部放下去没有问题，4-5个人份的这个汤绝对是足够，绝对是足够啊 OK。 来，所以呢我看到很多粉丝啊有打上来的哈，来，有粉丝是刚刚进来的吗？想再知道价格的话，来，你们直接再打上一个8号，再打上一个8号，然后我再报价多一次。但是在你们打了8号之前，先公开式分享，先看一下你们已经有没有公开式分享，分享一次了，然后你再进回来打一个3号，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，明不明白？因为这个优惠价基本上我跟你说你在外面绝对找不到了，可以这么大个的，还要这么多功能，最重要它还会跟你自动断电，基本上我跟你讲了你不用顾火的哦。真的，因为而且我之前啊我看过一个比这个小的，你看到吗？只可以煮 Maggi 面的那一种啊。然后哦，最头痛是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啊我很多粉丝啦来到楼下面交的时候直接跟我讲，我要找一个我不用顾火来煲汤的，因为每次煲汤煲到超大了没有水分了，然后包括那一个汤要顾时间你不会调，我敢跟你说今天你拿这一个来煲汤1个小时它会自动断电，就是说你一选择那一个汤的煎它就会自动跟你煲1个小时。但是如果有一些粉丝他喜欢煲老火汤的话，他跟我说这样我又要再加时咧，可以，你可以直接再加多1个小时。对 ，OK， 我等一下会教大家怎样去调那个键，然后调到2个小时，你的汤2个小时过后，它是完全你不需要去看它，它已经自动断电之外，它还会跟你保温6个小时。基本上我跟你讲啊 ，robot 都没有这样够力。OK， 你不要一直去好像看火，因为有时候我们煲汤啊，妈咪就是去看火。看火大火小火，这个已经是啊自动跟你们 setting 了，它有头脑这样子啊，已经 setting 了，它是自动大小火，你们不用去担心。对，因为有时很多人会讲，哎呦，这样子他煲那个汤会不会一直大火大火？不会，因为它这一个已经把它 set 进去了，所以它在煲汤的过程中，它知道什么时候要大火，什么时候要中火，什么时候要小火，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。很万能有头脑的万能锅啊。厉害 OK。 来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呢等一下我们就会再煮多一样东西，就是什么呢 OK， 煎一条鱼给大家看。因为呢煎鱼啦，我跟你讲这边哦很多人有没有很害怕煎鱼的，第一怕它弹到，第二怕那个鱼沾到整个皮都没有了，第三今天你不知道那个火候够不够煎那个鱼到底可不可以收，因为如果火候不够的话那个鱼就变成什么油蒸那一条鱼
OK， 来，等一下我们就会直接给你们知道啊。来，所以莉莉菜也是说煮饭啊，可以，我们已经煮好了一个饭了啊。OK， 来 ，got menu 啊 ，OK， 有，我们会有给你。但是如果是说你觉得你还是看不明白，你可以放心，我们已经是有拍好这一个视频的，你可以直接去那个 YouTube subscribe 我们 online Gaggy Mall， 里面已经有视频教学 A 到 Z。A 到 Z 啊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来，所以我看到很多粉丝呢是已经有刚才打一个八号了啊，准备好啊，来，我先报价了过后先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记得有公开分享的粉丝们，今天我们是自赠送你八份礼物的 ，OK， 原价如果你们在外面有看到这么大个的，不是那种呢小小个20 cm 的那种啊，26 cm， 深度有7个 cm， 今天可以煎炸爆炒，还会自动跟你 set 了时间，还可以做火锅。以前你买火锅炉只是做火锅，然后你就要收去除，但是今天我敢跟你说，这一个你除了来做火锅，你还可以来煮东西，你还可以来煲汤、煲粥、煲饭，没有问题。OK， 今天这个原价199块，在直播下单有公开试分享的粉丝们，来，不用你199，今天一台带走只需要79块，只需要79块。今天我们是有两个颜色来给你们选择的，一个是卡其色，一个是粉红色。然后如果是说你今天要怎样下单，很简单，你要卡其色你打 AK 加 E， 你要粉色你就打 AP 加 E， 然后过后呢，邮费一台西马10块钱，东马30块的邮费。如果今天西马粉丝你买两台，西马直接免邮。然后过后我们今天送你这八样东西 ，OK？ 送你这八样东西，你买一套我就送你一套，你买两套这八份呢，这八份东西就是送你两套的。然后记得，如果真的是有budget，真的这一个价格，我跟你说，你吃一餐饭都不止了，你煮一餐饭都不止了。但是今天你直接买一个来直接煲汤，另外一台你还可以直接来煮一个咖喱鸡，猪脚醋来焖煮那种鸡脚、猪脚。我跟你说，你完全是可以很得空去看你的电视机，看你的直播，看你的手机，完全是不需要再去顾火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我们还给你们一个六个月的保价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来，所以现在呢，如果是粉丝们你们要下单呢，可以直接下单，然后我们现在再继续教学了啊 ，OK， 所以这边一百多位粉丝们，来，现在再教大家怎样去做这个呢？我们的煎这个鱼啊，来，刚刚有看到有粉丝问我新加坡的这个价格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我给你知道啊，新加坡粉丝的话呢，新加坡今天我们一台。OK， 算新币啊，加买邮费啊，58块新币加买邮费了的。如果你买两台，100块新币嘞，更加划算。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要不要。OK， 如果是说你要两台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带走两台。因为真的，今天基本上啦，你要找到啦，可以自动断电，可以自动保温。我敢跟你说，你敢敢去 shopping survey。绝对没有可能，这一个价格绝对是没有可能，明白吗？对 ，OK。所以来，今天我们直接呢来教大家怎样去煎鱼了啊。这边170位粉丝们准备好啊，现在教课了，大家专心一下哈 ，OK。来，今天他这边有四个button，四个button啊 ，OK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要选择功能，所以通常我们呐、啊、都会按这两个比较多的，一个是按错了就要关掉它，然后如果是说你要选择就是这一个了咯。一前一后最容易记的啦，然后你今天把它按成一个，我不要煮面，我又不是要煮粥，我又不是要煮饭，但是今天我要煎炸爆炒呢，我就是选这个 hot pot fried， 包括你今天要煮火锅，你就是按这一个了，明白吗？然后火锅煮到很滚，你要慢慢吃，要慢慢摊，来，很简单，这个就是调它的温度，明白吗？你可以把它调到一个小火 ，OK。哎呀，那个火锅很热了嘞，我怕汤没有了嘞 ，OK， 来你就把它调咯，慢慢吃，明白吗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觉得哎呀我要关掉，我就把它 cancel 掉，然后如果你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要再煮东西，你就把它选择这个，看到吗？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关于这个呢，就是煲汤，它就是说你一按了这个，它自动跟你煲汤一个小时，自动断电。然后这个呢就是保温，如果今天你炒好饭炒好面，你想自己保温，你把它放进去，你开这个键，它跟你保温的，明白吗？来，我们先放一点油下去啊 ，OK。所以你看到吗？我们一放油，放油，放油先啊，你一定要放油先的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吗？它这边中间那个发热快不快？相信你们这边有我刚才开到现在，如果是说你们会问我到底它可以煮
几久哦？它可不可以煮火锅煮超过一个小时？我敢跟你说没有问题，因为我接近开直播已经差不多一个小时了。但是你可以看到我的锅还是这样，放多一点点油下去，放多一点，因为你要煎鱼啊。OK， 放多油。OK， 再放多一点点，不敢火那里。OK， 可以了。OK， 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呢直接呢不用摇，你可以直接放那个牛油。来，这边有没有粉丝每次很怕那个油弹到你满身都是？我跟你说很简单，今天我们直接呢，这个是我们的粉丝教我们的，直接把那个牛油放下去啊。我们带来啊，不可以用那个铁的这样子哎。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呢拿这个呢 silicone 铲，把它呢把那个牛油放下去啊，放那个牛油下去先。OK，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鱼呢就要准备把它放下去了。OK， 所以今天要看那一个鱼剪不剪刀，我们就要把它这个呢看一看啊。没关系的，有水就是要有水分啊，看到水啊，放下去。你不用怕它会弹到，你可以看到我的手吗？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放了牛油，所以今天它这个鱼不用怕弹到你满身都是。以前我们会拿么的嘛？那 American 那个好像一个锅这样来吃的啊，那种感觉啊，就是这样子咯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不需要，你放那个牛油下去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厉害也是少。对，然后包括今天你会担心，如果火候不够，煎那个鱼煎很久，或者今天你会担心那一个鱼你不会煎的时候脱皮掉，因为怕它粘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来文夏说，我看到吃不到，没关系，你过来啦。OK， 请问多少钱一台？刚刚已经回复啊。菲尼说这个真的很好用哎，每次哦半夜饿了用这个来煮快速面哦，又容易洗，棒棒，来。谢谢你 ，Fanny Ang。所以你看到吗？170多位粉丝，不是我讲，由我刚才开播到现在，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，好评是不断的打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如果是说今天不好用，没有可能会进来打好评，而且产品会自己说话，不用烦先啊，给它煮久一点。包括今天你看我们的这边是糖水，然后我摸的时候，我敢跟你说，你不用担心。它是直接手可以这样子磨的，因为今天它的这一边呢是不会烫到你的手，只有温温的。OK， 然后我们这个糖水已经好了，来，虎牙妹把它拿上来一下。啊，光一。OK。踩这个旁边这个。看到吗？差不多要好了，所以我们就要放那个冰糖下去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放那个冰糖下去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已经接近一个小时，我煲的糖水，我用这个选择功能用煲汤的，粉丝们，你看到它的水分吗？有少吗？是不是没有？没有。有，我刚才到现在，我整场直播我是没有再加过水。对。所以今天你看到啊，来直接把它倒下去先。来，你倒下去的时候哦，来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你可以看到、啊、我们的这个绿豆。哎呦，看到吗？它已经开了啊，看到吗？已经是开了的，所以我跟你说，今天你是不需要去顾这一个火，它会自动断电，自动跟你煲好这个糖水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包括你的汤，你看到那个色泽吗？完全，我敢跟你说，你可以买给你的父母，买给你的爸爸妈妈。他不煲汤，每次怕他没有关火。以前用电子砂煲，我有点煲到几十。今天我跟你讲，你全部材料放进去，一按了选择功能，来可以去忙了。我还以为哦，要是看火哎。不用。厉害哦，这个。所以我跟你说。够力吗？来，我们现在把它再放回下去呀、啊。然后这个鱼呢，我们就可以把它反过来了 ，OK。然后呢，煲饭要按煲饭，它今天很简单的，所以我刚才有讲，你们直接选择功能，你们总之你要煲汤你就按汤的咯，你要饭你就按饭哦。总之你完全是不需要去 set 时间了的，因为你一选了那个饭，它自动跟你煲饭了的。你要翻鱼哦你。哇，够力哦这个。很大条耶哈！哦，原来翻鱼是这样的。你看这个虎牙妹啦，我单手都可以翻鱼了。我啊，我真的不是很会煮，我现在。OK， 所以你可以看哦，那个鱼啦，它是来拉过去一下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是没有肮脏的，看到吗？美美的。所以今天煎鱼很简单罢了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OK， 来看一看啊，单。对，Hang啊，你没有公开分享哎，赶快去公开分享先，因为很多粉丝呢跟我讲，哎呦，我明明分享了，但是为什么我名字上面没有 share 呢？那基本上我跟你说很简单罢了，今天要怎样公开式分享呢？你把这个 OK，
记得，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把它关掉，给自己看，给朋友看。来，你今天把它开一个 plug break， 然后 po 出去这一场直播，然后今天你再进回来打一个三号，给我们的系统直接抓到你的分享，你直接拿到优惠价，过后这八份东西直接送，你买一套送一份，你买两套直接送两份。我跟你说，值得吗？绝对值得。今天要过年了。在家里全部要一起吃东西 ，OK？ 或者今天你要煮一些海参，要焖海参啊，焖鸡脚啊，或者你要焖冬菇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直接把它按到这一个选择汤的键，你完全不用顾火，不用管它，直接跟你焖好，直接跟你煮好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它非常的方便。比如如果你真的去一个 shopping center 看，它这么多功能，没有可能是这一个价格。但是今天的虚弱厂家，他是直接哦掏这个钱包出来，可以说了半买半送，明白吗 ？OK。所以呢，我再看一看啊，啊，你的鱼差不多了哦。非常的快 ，OK， 所以呢，当天黑啊，记得要公开式分享。然后，如果是说你们没有选颜色，我们就随机，我们是随机的哈，那个颜色哈 ，OK。我看到很多粉丝开始有打上来了啊，所以记得，如果是说你今天要粉色，你打 AP 加一；你要卡其色，你打 AK 加一，就是这么简单 ，OK， 就是这么简单啊。哇，爽哦！好的耶，Nicholas 啊，来，所以呢，我看到很多粉丝，记得你们呢，你们已经是有下单了，不用重复下单啊。然后我是没有再读了的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太多下单了，我已经念不及。我是尽量呢，就是说我有看到那个评论出来的呢，我尽量念出来先。如果是真的有吃字，我没有念到，你不要生气先啊，你直接可以重复呢打上来，加一点标点符号，这样子我就会看到你的评论。包括你今天啊，会问我，如果要包粥可以吗？可以，因为什么？他今天这一个啦，他也有的包粥。如果你要包粥，我跟你说不用烦恼了。以前包粥又怕它遗漏出来，又包又怕它粘底，等一下又怕它整个粥不可以吃，等一下又太黏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说，今天同样一样，你直接把它跳到这个选择功能，你直接把它按这个 ，OK， 你要煮面你就选择面咯，你要煮汤你就选择煮汤咯。如果你是要煮这些，你就选择煮这些，就是这么简单 ，OK。所以这个饭我们是已经好了的。来，我再给你们看啊，煮面、煮粥，看到那个灯吗？跳出来的。然后我再按，它是煮饭了。然后我再按，它就 hot pot。然后我再按的时候，它就是煲汤。所以今天无论你是要煲汤、煲粥、煲饭，你敢直接看你自己要什么先，然后你直接跳咯，按过去。你要煮面啊，啊，你就用这个来煮哦。好像我刚才说，如果一个八岁的小孩子、九岁的小孩子，你教他，他都会用，因为为什么？第一，非常安全；第二，他今天这个按了煮面，他自己会煮了的啦，你不用担心的啦。放个火候啊，用 gas 炉啦，又怕那个 gas 要漏气啊。包括你今天煲汤，真的，如果有煲汤的人一定知道的，今天很少人在煲汤在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说在用 gas 炉，你每天用 gas 炉，你的 gas 很快就没了，一桶 gas 30多块耶，粉丝们，每一天这样子煲那个汤啊，你的 gas 需要多少钱？所以今天你买一台，你不用顾火，你又不用烦恼，你又不用浪费这一个 gas， 直接买这一台，直接可以煲汤了，四五个人份喝没有问题，包括水分，你可以看到刚才我整个汤水都没有水分少 ，OK， 好不好？来，哇，那个鱼好了，你可以拿上来了，你可以关电了。嗯 ，OK， 给我喝一点水先啊 ，OK。来，所以呢，慧玲也是说，两位美女调皮小片啊，今天调皮休息，今天是仙女，我们的小辣椒 ，OK。来，所以我买了，可是里面没有说明书 ，Albatross， 如果是没有说明书，没有问题的。基本上我现在已经是教学了两三轮，但是如果你还是看不明，你直接可以呢去我们的 Messenger 跟我们的小帮手拿这一个呢，我们的这个教学视频，他直接发这个教学视频，我跟你说，比起你看那一个说明书。更加的清晰，更加的清晰啊 ，OK。来，所以新加坡刚才已经报价了啊，惠彼得有收到吗 ？OK， 如果是还没有收到，你可以打一个，再重复打上来给我知道啊 ，OK。来，所以我看一看啊，记得粉丝不要重复下单，等一下小辣椒被切啊 ，OK， 我怕小辣椒被切给晕倒啊，啊，疼一下，我们的小辣椒很灵的耶。
要这样哎，要疼一下美女。小辣椒嘞，一来到嘞，整个厨房光光掉。OK，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，我们已经是煎好那个鱼，然后可以热热洗吗？可以，因为今天这一个不是那种普通的不粘，它今天这个是日本大金涂层，就是说它这个是固定，所以今天它是已经有加多一层、两层、三层的保护了的。你热热去洗，它绝对不会损坏这一个材质。所以包括你可以看它热热这样子洗没有问题的、啊。绝对没有问题，然后我们关了水，放一点洗碗巾，因为有油嘛，你放一点洗碗巾，用普通的清棉洗就可以了，包括或者我们送给你的清棉都可以用，不用大力去刷它。但是有时候有人会问我一个问题的，因为有一些顾客哦，他跟我讲，哎，我煮到超大了哎，我要怎样洗哦？很简单，今天你一煮到真的，因为它纯热圈发热圈太够力了，它发热圈在中间，你会担心煮到超大，你直接放差不多呢一半的水，然后过后放一点点醋，然后直接煮到它滚滚，它整层就会飘上来。你不用去刮它，不用去啊刷到很够力的，不需要的哈 ，OK 好不好？来多少钱啊？刚才已经有讲了啊 ，OK 79块啊 ，OK 只要你有公开式分享，今天我们再送你八样东西的，明不明白？一整套，这样子一整套，然后包括今天还给你们六个月的保价。然后记得我们这一个不是给你们两个插头的啊，我们是给你们马来西亚的三叉插头，所以你们绝对绝对绝对可以放心，绝对可以放心 ，OK。然后刚才有很多粉丝有下单的话呢，来先截图先。记得我们只有一个银行户口号码 ，Suggest Service Number 哈，321-592-7906啊。记得不要汇错款，因为呢那个老钱已经会盗用我们的这个银行户口号码，所以你们先截图先，然后才来汇款，看好好银行户口号码，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啊。然后如果是要面交的粉丝们，你们可以直接过来面交，但是我们这里呢记得一定要在直播下单先，我才可以做预留给你。然后我们这里是在 Kebon KL， 我们这里是在 Kebon KL 啊 ，OK。记得还有我们的青山麦是要 AP 加一，一定要公开式分享，该有教你们一次啊，先出回去分享先 ，like and follow 我们 Onaga Gimo， 分享了再进回来打一个三号，你就会看到你名字上面出现一个分享者，一个 sharer。好不好？就是这么简单啊 ，OK。然后呢，来，刚刚已经报价了，这个产品特别好用啊，谢谢，谢谢你们的好评，非常谢谢你们。你看到那个好评一直刷，一直刷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去要放那些啊假号啊。真的，我自己本身啊，我真的不厉害煮，而且我不是很会煮的。你们有看到吗？连鱼都不会翻的。所以呢，这边来讲啊，其实如果是你们自己本身啊，因为你们一定比我更加会煮饭啊，当然的嘛，对吗？那今天你们一定会更加容易的上手 ，OK？ 所以虎牙妹在学习中啊，所以不要怪我啊，今天有点。鱼都不会烦，什么鬼啊！来，慧玲说买了还没有开始用，要用咯，慧玲，不要等咯。OK， 来看 Kelvin 亮说蒸水蛋可以，因为我们今天有送一个蒸架给你啊。所以你可以蒸水蛋啊，蒸发糕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今天哦，那个傻一将我的发糕粉全部用完了，然后过没有跟我讲，我没有发糕粉，所以没有的话，今天本来做发糕的。所以今天猪肉饼啊，是吗？都可以。因为今天哦，如果火候不够大啦，是蒸不到发糕的。这个如果是说之前有看过直播都知道的，我们的粉丝是，尤其是我的爱人，我的 Coco， 哇 ，Coco 咯、哦，我们的粉丝哦，长期拿来蒸包啊、蒸发糕啊一流啊。如果你们要看，你们可以看回重播的。对，要看讲蒸发糕，要看表妹讲蒸发糕，可以看回我们的重播。对，记得一定要公开分享，因为真的很多粉丝没有公开分享。你现在你要拿原价199哎，不要这样。看一下有多少个人。对 ，OK， 来，所以 Marvel 我也是买三个免邮，三个西马是直接免邮了的。OK， 我要一台，谢谢。来 ，Anna 后，如果你要一台，你直接打 AE。如果是说你今天要粉。色你打 A P 加一，400多个分享的有。OK， good， 来，如果是你的卡其色，你就打 A K 加一，明白吗？来，这边120多位粉丝，那现在呢，我给你们选择 ，OK， 给你们选择啊，因为今天呢，我们呢现在还有几样东西要煮的，还有一样、两样、三样、三样那这个我就不要先，有没有粉丝想看煮 popcorn 的，还是你们要看煮这一个炒面的？想看哪一个打上来，如果想看 popcorn 的话按一个一号，
如果是要看这一个面的话，打二号。我看哪一个打比较多的，我就跟着做。你看，你要看虎牙妹跳来跳去，你就看后后看咯。啊，如果你想看虎牙妹那个小手啊，那脚这样脚上手这样，你就打二号。对，记得哈，因为今天哦，这一个、哦、很多时候很多人跟我讲，哎，后空不是很多，我都可以做的嘞。对呀、啊。因为第一，后空火候要够大。因为今天他这个是走电，但是他的火候够嘛，绝对是够。然后过后你又会担心一个情况，就是什么呢？今天这一个，如果是说你今天在外面买 popcorn， 现在未必有的买。然后要煮到有营养的 popcorn， 自己用营养的油来，你今天这个可以直接煮 popcorn 给你的小孩子吃，给自己吃没有问题，明不明白 ？OK， 来，所以很多粉丝有下单，我就没有练。Hello， Jackie Tan， 表妹我来，我看到你来了，来，谢谢你进来跟我分享了啊 ，OK。跟我讲了 ，Jackie Tan， 这个我用的是超好用，来，谢谢你 ，Jackie Tan， 看到吗？那个好评哦。看很多人打一号啊。哇，你们哦，你们哦，看你们哦，很热情，真的。哇，今天我跟你讲了。原本的直播啦，一个小时我关，但是为了你们，我跟你们讲延长时间，这些只要你们开心就可以了。因为今天只要如果是说你们之前有买过，还不会煮，刚刚在忙着来看，赶快进来了。今天我们直接教学你怎样用一个非常快、非常简单、非常好用的这一个万能锅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单手拿上来。听到啊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带出去拿你 outstation 的煮火锅一流。现在是开播吧，不然我这样子啊，飞去这边了。对，我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今天这个煮火锅没有问题，煲汤、煲粥、煲饭，自动按选择功能自动煲。可以看一下窍门。非常厉害耶，你看到吗？煎蛋什么都有。哦哟。这是煲汤水，这里是蒸的那个馒头，煎蛋啦、啊，这个煎鱼啦、啊，饭啦、啊。非常够力。菜。打他的菜哦，我跟你讲啊，菜的这些东西不是玩的。菜哦，如果是说你不会炒啦，艳丽素啊，没有的嘞，看到啊，美美的嘞，美美的，嗯 ，OK。因为什么嘞？因为有时候你们炒的那个菜变黄了啊，那个艳丽素啊都流失到完了，营养都没有掉。哇，你好像很厉害这样哦。这种我会的哦、oh, ，OK，、啊、但是煮就不会啦。来，所以 Christina 也是说很好用哎，身边的朋友每次都叫我帮他买来，谢谢你 Christina， 非常谢谢你啊。OK， 来，所以呢下单我就没有念了啊，我继续拿，真的有进步哎，于是不沾。那 Win 笑，我跟你讲，我肯定没有骗人了 ，OK。来，所以呢，看我的讯息，王丽翠刚才已经有回复你啊，你有看到吗 ？OK， 主播怎样调到小火？来，等一下我会直接教你们啊。请问在 Kabo 什么地方？我们在家家肉骨茶后面的店面而已，但是记得在直播下单。然后如果刚才有看到粉丝问我会不会耗电，不会，多少瓦？这个啊，嗯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才800，它是最，因为有时候大火中火，对，所以它最小火是800，然后最大火是1000，所以我跟你说，比电饭煲更省电，就是它是这样子，最大火是1000瓦咯，中火就是900瓦咯，那么最小火是800瓦啦。明白吗？啊 ，OK， 慧玲说我要看嘎呀，那看一下时间够不够啊，慧玲 ，OK， 来，所以现在呢，很多人打一号嘞，每个人想看你做 popcorn 呢、，OK， 那来，所以呢，我们回复了啊，不会吃电啊，绝对可以放心。所以你今天来，刚才谁问我呢？会怎样调小火是吗？来，我拉回去看一下那评论啊，不好意思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 Kenny Hon 有在吗？来，再打一个再字好不好 ？Kenny Hon，Kenny Hon，OK。今天他这一个来，所以这边粉丝们刚才有下单了的，或者之前买过了的，进来现在直接开始教学 ，OK？ 今天我们是有10个 button， 看到吗？很简单罢了，这个非常超级简单。这个呢，就是说你按错了键，你一把关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你就不要管它先，我们就前后先啊。这个function就是选择功能，比如你今天要煮面，你就按面咯，它就跳了的，看到吗？我按一下就跳一下咯，然后饭它就是饭咯。然后如果是说 hot pot， 我是煎炸爆炒，或者是今天煮火锅，我要汤它就是跳去汤。保温就是你炒饭炒面了过后放在里面保温，你按这个键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看到吗？然后现在我已经选择了 hot pot， 刚才 Kenny 说啊， Kenny 说有在啊，在，所以 Kenny 你看我煮 hot pot 啦、啊，就是你今天要煮火锅，包括你今天煎炸爆炒， P8 是最大火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要调小火，要怎样办？这个第二例就是调了，看到吗？按到一个 P7、P6、P5、P4， OK， 就是大火、中火、小火这样子调， OK， 看到吗？它那个火候，所以你看那个盐够力快没有？非常的够力快啊，不会，它这个不会热的，所以你看我的手是直接放在这边的、啊，它这边是不会热的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它的传热的地方
是直接在中间这一个位置 ，OK？ 来，现在呢，我们直接呢放一点油下去，然后过后呢，我觉得放牛油了，我们煮 popcorn， 我们放牛油了，你直接放牛油比较好了 ，OK？ 我们现在呢，准备啊，那虎牙妹煮 popcorn 了 ，OK？ 看她怎样的样子啊，我都很想看的，不要讲你们了，其实我都很想看 ，OK？ 来看一看啊，很多粉丝有看啊，面的只有一个啊，所以呢，全部都是选择 popcorn， OK？ 然后再看一看啊， Good afternoon ladies， hello， Good afternoon， 来，所以呢，没有中文看吗？ Kelvin Leong， 这个呢，我们呢全部都是英文啊，你要看中文很简单，你下单了，你直接叫小帮手发那个 link 给你，直接去看，全部中文教学，教你 A 到 Z 整个视频，我们还有教你怎样按。怎样选择啊？所以我跟你讲，在 online kaki mall 买东西有最好一样东西吗？售后服务。我们还有做这个视频给你们看的，是我们直接那拍好了，直接教学。所以你今天哦，不用担心不会用，看到吗？就是这么简单。再放多一点点呢，不要再咁少啊。Popcorn 要多少少噶，太少油煮唔到啊。Popcorn 唔需要切喺旁边，俾喺中间啦嗰啲油啊，夹喺在中间就可以了。OK， 来，所以 Hello Bing Chong， Good afternoon， 我要没煮东西啊，泰哥弟煮东西啊 ，Bing Chong， 哇、哦，你看他，我见到，快点给你看一下，你讲泰哥弟姐姐煮咩？啊，博干，博干啊，博干，不是不是，对，他的女儿跟我 Hello 会跟我讲话的嘞。OK， 来，所以麻包王说好的，谢谢，帮我改单 AP 加一 AK 加三，来，谢谢你我们的麻包王，来，没有问题，马上跟你改单，因为今天我跟你说真的，你有这个 budget， 你真的可以买多一台，因为什么？第一，这个价格你吃一餐饭都不止；第二，今天你可以直接来煲汤，一个可以直接来焖东西，你完全是两个已经很足够，包括你要煮火锅，不像以前这样了，以前你煮火锅你担心什么你知道吗？一煮火锅够力哦，就要拿火锅炉出来，今天我跟你讲，又可以来做火锅，又可以拿来煮东西，一屋几用了 ，OK， 哇，放这样多、啊、你喜欢吗 ？OK， 好像很厉害这样哦，他。嗯，来放 ，OK， 来，所以马上炒，要炒一直炒。还爆了哎，我就要跳了。你看这虎牙面。没有，又想掉油的。我看看你不舍得放油吗？哦。它没有油哦，倒不倒了，不要玩了。哦，你又叫我放，有点不要油。我看看你放很少。哦。来了。开了吗？开了。差不多了。还没有，还没有，再炒，一直炒，不要停，炒。你不要吓我，等下爆一粒出来啊，我挑哦。前后前后炒就可以了。看你们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来，所以呢，Christine 说。Christina 说今年新年不能回去吃大团圆吃饭，买这个回去一家人吃团圆饭，真的。因为为什么呢？第一次火锅，包括你今天那小孩子呢，一个放热，一个放辣的，一个放不辣的都可以，真的很方便。改天你又不用讲，哎呦，这个只是来火锅不了嘞。等一下，那我跟你讲啊，不一样了，我这一次，因为今天这一个呢，你煮了火锅你不要用了，煲汤咯，煲粥咯，煲饭咯。煮东西哦，看到吗？所以它真的是一台机顶了五六台了的，非常的棒的啊 ！OK， 继续炒哦，哎，不要这样炒啊！啊，微微呀，它很像玩马杀酱哎，你看它。你说来有哦，我听那个。啊，我吸。来，收，好，扶着，嗯，看到吗？你看。几块啊，整个这个 popcorn， 来这边120位粉丝们，来一人刷一个爱心给我们的虎牙妹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啊，第一次进来的粉丝们，如果是说你今天来认识他了，因为这个虎牙妹哦不会煮东西的 ，OK， 还有一个，认识了咯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 OK 姐，OK 姐的样子比较搞笑的，她那个反应是跳得很爽，那个样子很好笑的，所以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看到吗？美吗？等一下我们会直接打开给大家看啦，可以直接这样子拿。那过后你会问我哦，这个虎牙妹拿可以拿旁边的，因为今天它的旁边这边是不会怕会热的，它只有温罢了。你的手可以整个这样子拿，包括你今天这个很轻的。昨天如果是去 outstation 啊，那种去那种 Airbnb 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你拿整个放哪一个插头 cable， 然后拿去那边拿一个环保袋可以走了，因为什么？可以来煲粥、煲东西、煮东西没有问题，不需要拿几十个锅去，你拿一个又可以来煲粥，又可以来炒东西，又可以来做火锅。真的非常的棒啊！可以了，打开。
哇，美吗？美的粉丝来，一人刷一个美上来，好不好？一人打一个美上来，所以你看到吗？美丽丽都开了，哇，够够力哦！你看，美美的，妈真耶真哦你，哇，妈你跟你妈妈讲，阿妈我得着啊，你以为玩完了、啊？OK， 你看他那种满足感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真的。这个之前哦 ，OK 姐哦 ，OK 姐当时是用第一代那个啊，他那个满足感啊，你知道吗？他讲哦，原来我是煮东西的，因为他用了这个过后哦，他之前每天给姐姐笑的，是吧？然后他用了这个哦，从来没有人敢笑他的，他用这个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他每样东西都煮到，就是说你今天是完全是零技巧的啦，你都可以用这个锅，包括如果是你很本领煮，我跟你说你更加喜欢它，因为什么？基本上你煲汤你不用去理它，你煲粥不用去理它，你可以去看手机，你可以去冲凉，你可以去忙你的东西，它自动断电，自动保温六个小时，看到吗？美美的，啊，你看那 popcorn， 哦哟，美到我跟你讲。就是这么简单罢了哦，煮 popcorn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耶。我跟你讲，以前啊，我以为煮 popcorn 很难煮的，但是哦，在这里哦，你锅容易调那个火候哦，你就已经会煮了的。因为什么？我们基本上啊，尤其是我们女孩子哦，很多时候我是不会调火候。我跟你讲，以前啊，我第一次来 online 加鸡毛啦，我只会煮麦鸡面罢了。然后过后呢，由我们的好友哥调教了两三次过后啦，啊，我以前很像他这样的。啊，过后呢，我就会煮了 ，OK， 啊，好过他一点啦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廖总也是汇款了，来，谢谢你啊 ，OK， 看起来很像很好用，我跟你说 ，Kelvin 亮不是看起来，绝对好用，你看我刚才一个小时前的直播啦，是一开播好评刷到刚才没有听过，因为我跟你说，这个我绝对有信心，因为这一个我已经卖到第二代，第二代已经哦，我跟你的剩下今天不多，所以呢，那。我们的小仙女，刚才我跟你讲八十台哦，我忘记问你嘞，剩下多少台了？那不用，不用洗，因为还有油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现在直接炒面，没关系。所以你看啊，干干净净的。我们现在直接再单拌一点点油，直接炒面给大家看。OK， 我们就会直接炒面给大家看啊。OK， 然后现在是火极大，八号火，最大的火，刚才我们煮 popcorn 呢，爆火炒，它一爆开过后，你就给它快快爆开了，它爆到差不多好了，你直接就可以关电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啊 ，OK， 买了就会天天拿来煮火锅，因为真的太方便。来，谢谢你 Christina， 真的，因为这一个哦，除了真的是来煮火锅，因为以前真的你买几十个锅，你就会讲真的那种锅是来煮东西，但是如果你煮早餐呢，你要煮拿这样大个锅出来咩？大锅是来炒东西吗？但是小锅你可以来煮东西，对不对？煮早餐这些，煮午餐。然后如果今天你又买到一个火锅炉，买几十个火锅炉的，我跟你讲，不用。如果是说你之前有跟我们买火锅炉，你买一个就够了吗？然后过后，但是那个火锅炉啊，你又觉得哎呀，我又不够哦，要买多一个。我跟你说，你买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这一个，你除了做完火锅，你平时还可以来煲汤，你平时还可以来煲粥，最重要它会已经 upgrade 到会自动跟你煲，会自动跟你煮，你完全一按那个饭，它就煮你的饭了。你一按到那个汤，它就煮那个饭，那个汤，然后包括它会自动断电。自动保温，你不用去调了的。煮糖水，直接像我们刚才讲绿豆水啊，美到啊！我跟你讲，不要不要啊！因为什么？哎，如果是刚刚进来的粉丝，你们可以看啊，我直接给你们看啊，来拿一个汤匙来一下，这边啊，来。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绿豆水啊，我没有加过水，看到美不美？你们自己看一下，一个小时前的，一个小时前，现在一个小时半了哎。看到吗？全部漂漂亮亮，你看它的绿豆，看到吗？开到完一个小时，所以今天我跟你说，它会自动的大火煮、中火、再小火，完全你不用去担心你的汤不够味，要煮到不好喝。我跟你说，只要你一选择这个煲汤的，你直接有了它，你直接是多了一双手。对，真的，这个是我们呢每次粉丝呢告诉我的一个。而且、哦、我跟你讲，你们今天大中小火，你又不用去特地去看火。对。
而且它不会越煮越小，越少水啊，人家讲的。姐姐说不用放糖，放了喽。刚才他已经放了喽，他刚才已经放了。你不要抓我，我不放了来，所以呢，苏西又说吓死虎牙妹妹，不会吓到他的了。来，所以呢，很多粉丝有下单了的哈 ，OK， 来，所以我再看一看啊 ，OK， 多少 KG 什么锅是什么材料 ？OK， 它的材质黑色的 ，OK， 来，所以 IV 是刚刚进来对吗？今天这个我们是26个 cm 的这个直径，深度7个 cm， 然后它可以煮5到6包 Maggi 面， 3.2 个里的。今天这个你可以直接整个这样子拿上来，它是多功能 ，OK， 可以来煲粥、煲饭、煲汤、糖水，全部会有选择功能的，一按那个键，它就会自动跟你煮。自动跟你停电，然后自动跟你保温的，不用去理它。然后包括今天来做火锅、煎炸、爆炒没有问题。它这个是什么材质来？大有来头。它这一个不是普通的不粘，它这个是日本的大金涂层。就是说今天它这个不粘之外，它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你可以热热拿去清洗，不会损坏它的材质，明白吗？不要买到那种太便宜，因为有时你会觉得，哎呀，买到外面的你不懂它的不粘是什么东西。但是今天这个呢，是来。是我们日本 Dashiro 品牌的这个呢，我们的这个厂家已经合作伙伴4年了，所以今天如果你是第一次进来的粉丝，来，你今天可以直接认识到这个牌子，好不好 ？OK， 来，所以呢，The day of your song this year is the eat hot pot。对，我们的新年歌是吃火锅吗？好呀。对啊，有听我们新年歌的粉丝啊都知道的 ，OK， 哇，很多人讲你煮了没啊？买的两个，真的方便好用哎。张燕梅说，我的小孩现在煮面直接用这个锅，不用进厨房。谢谢你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真的。小孩子用了，好，安全，因为什么？来，我直接给你们看多一次啊。你可以看啊，它这边呢有四个的 ，OK， 它这边呢煮面，你直接选择这个，按这个一跳去煮面哦。你的孩子水分放下去，面放下去，嗯，搞定。然后插头拔出来，吃面了喽。不用拿洗多一个碗，啊、明白吗？我妈咪啊，之前那时候你记得吗？那时候我跟你讲，我要买一个回家。我那个我要我的妈咪啊，怎么了？妈咪要来给我自己用啊，超好呀！OK， 来，所以虎牙面炒面能吃吗？可以的，不用担心啦。OK， 哪里？它可以的。坏的啦，我那个我的里面现在最近已经拿坏到了。OK， 来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会直接炒一个面给大家看啊。想再知道价格的粉丝们，来刷一个八号上来。想知道价格的粉丝来刷一个八号上来，但是呢，你们刷八号之前，先帮我公开分享这一场直播先，分享了过后来打一个三号进来，给我们的系统抓到你的分享。因为刚才小帮手跟我说，我80台剩下最后的一个15台，所以你们要抢购赶赶啊 ！OK， 我跟你讲，赶快了，明白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今天哦，你赶快哦，抢购到你回家可以煮东西，不用浪费时间了，煮家里鸡不用顾火了，直接一按那个键，给他自己。记住，炒面要算你们，肯定要啊。OK， 所以现在我们就会直接炒面给大家看。所以你们想要知道价格的，来刷一个八号上来，然后我一炒好这个面，我就会直接开始再报这个价格啊。OK， 所以呢，虎牙妹你在找什么？没有，我等你好了。OK， 来，所以我们现在呢直接开这个火。所以记得他这一个啊，100多位粉丝们，来我重新再教学给你们知道，今天这个。非常够力，因为什么？它这个有四个键，你可以直接拿来 ，OK， 来，所以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啊，有煮面、粥、煲饭，或者今天你要煎炸、爆炒、火锅，就选择这个煲汤，然后这个是保温，所以包括你可以看我们的饭，刚才美到不得了啊！我跟你讲，看到吗？这个如果等一下才还有时间炒买饭给你们看都没有问题 ，OK， 来，所以我们把它盖着先啊 ，OK， 哇，来，我们现在呢直接用这个 hot pot。因为我们现在要炒面了 ，OK， 选择功能在这一粒罢了。你按到这个 hot pot， 然后 P8 就是最大火。如果你的火候你觉得你不会调，你就直接按到小火咯，给它跳到一个小火，就是按这一粒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放一点油先 ，OK， 直接放一点油先。但是你可以看这个过程，我直接刚刚按有多久，有多久，你们可以看啊，5秒而已，你看到它已经冒泡泡吗？因为今天它的这一个传热在中间100公里快，真的，看到没有？你没有抹干那个水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把蒜米放下去，你的蒜米在这里，来，所以呢 ，IV 说多少瓦？它今天这个是800到1000瓦而已，所以今天这个你不用担心它会很耗电，它是比电饭煲更加的省电。
明白吗？油烟会多，绝对不会，因为今天第一，你煮东西它火候快的话，肯定是不会的，你可以看到吗？那来，所以现在呢，把你的面放下去了，因为今天我们没有准备到其他的材料，我们直接放那个面下去先。OK， 来，然后呢，过后呢，我们呢炒一炒哈。啊，虎牙妹炒面呢，你们要看了，你知道吗 ？OK。所以呢，火候因为批发已经是够火候了嘛，因为炒面你火候不够大，你炒不到面的，明白吗？来，那个小微料，这样子倒啊 ，OK。所以今天你可以看啊，我们炒这个面啊，它这个是有那种黑酱，有那种全部调味料了的 ，OK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水下去。哇，那么像椰酱哦，蒜米又烧焦，是啊，因为它不会 control 那个什么。如果是说很像虎牙妹这样子的，你们怕那个蒜米烧焦呢？因为这个呢，其实也是叫他特地做的啦。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？要给你们看到它的火候够力嘛。如果你是很怕你的新手的话，来，很像我刚才这样子讲，直接调到一个小火先，然后炒蒜米，爆香它 ，OK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看到吗？然后过后整粒鸡蛋来，这个面你把它推去旁边，打一粒鸡蛋下去啊，给大家看一下 ，OK？ 来，所以呢，我怀疑，不要怀疑啦，刚进来可以看一下什么 button 按啊，刚才已经有教啊 ，Ivy，OK？、Okay? 来，所以呢，Tiger can play masa already， 呀啦 ，OK？ 来，什么 brand？ 打 Shiro， 对 ，OK？ 来，所以呢，我看一看啊，很多粉丝来，how much is one 啊？等一下我会直接告诉你，来，这个蛋打散它。OK， 所以你看到它整个蛋是没有粘的，看到吗？美美的，整个蛋包括你今天放了黑酱油哦，这个面这个蛋是不会粘的，看不看到？火候够快吗？够力吗？炒那个面多久啊？一下子就可以吃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今天你炒面真的是可以说啦，不需要用一大堆火。来，我现在直接关火，关火很简单，直接把它按到这个 cancel 就可以了，第一粒直接 cancel 关掉它。就是这么简单，看到吗？整个面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把那个面直接把它拿出来。然后你看到我们炒面过程中，这个锅美吗？干净吗？有粘吗？对不对？是没有，对不对？粉丝们，来准备好啊！想要知道价格的粉丝，来，一人刷一个爱心上来给我们，好不好？来，今天我们剩下还有我们的小帮手的，剩下最后的十五台，因为刚才80台给你们抢到，剩下最后的十五台。想要知道价格的，来，记得赶快去公开分享先啊 ，OK？ 因为我刚才看到很多粉丝已经有问价格了，也已经刷上一个八号了啊。来 ，Christine 要也是，两位美女好 ，Hello Christine， 来，下午好，下午好 ，OK？ 请问美女炸玉米要按几号？你直接按这个 hot pot， 很像刚才这样子炒面一模一样就可以了 ，OK？ 刚才直接按那个 hot pot， 直接八号。它一炒了，一爆开了，差不多一般你盖着盖子了，然后你直接呢 ，OK， 可以把它调到一个六号火、五号火，然后直接关电，给它爆开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不粘锅吗？煎炸爆炒什么都可以。对呀 ，Ivy， 我们已经煮完一大堆东西了，看到吗？美美的，整个锅美美的哈 ，OK， 来准备好啊，粉丝们，今天我们的这个来自日本的西肉厂家的我们的这个万能锅，也可以说非常多功能，因为今天你煲汤、煲饭、煲粥不用再顾火了，你一选择那个键，它就会自动跟你煮，然后还会自动跟你断电、自动跟你保温的，明白吗？还是六个小时。今天它这个，如果你们在外面有看到 shopping center 这么多功能，我相信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可以去 survey 199块一台，今天直接给你们优惠价，只要你们有在 online Kakimo 有公开试分享，来准备好，今天一台我们不需要你199，也不需要你100令吉，一台带走只需要79令吉直接带走，还可以来做火锅，我跟你说真的非常值得。今天这个呢，如果是说你要西马的那个油费呢，我们西马一台是10块钱的，两台西马是直接免油，如果你是有budget多一点，真的买两台，因为这个我们粉丝之前哦，他买了一台跟我讲很好用，我煲汤了，我又想买焖加力鸡，要怎样办？哎呀，又在买。他跟我说，哎呦，这样子就要给到两次的邮费。所以如果是你觉得考虑 OK 的话，你直接买两套更加划算，158块，西马直接免邮，两套直接带走。但是今天听好啊，只要你有公开式分享，我们再给你整套东西，就是这个赠品啊。OK， 来。
整set 这边八样东西，直接全部送给你们。这八样东西包括这一个白杠的这一个整架都送，明白吗？今天你买一套，我送你一套；你买两套，我送你两套；你买三套，我直接送你三套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所以呢，今天如果是说你要选颜色的话，我们现在有给你选。你要卡其色，你打 AK 加一；你要粉色，你打 AP 加一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可以选颜色，我们还给你们一个六个月的保价。今天你不要怀疑，不要觉得很质疑。79块可不可以用哦？今天你会问我来，我跟你说，今天这个你绝对真的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因为如果是说今天等一下你没有抢购到，我跟你讲，你绝对改天会哦，在那边啰啰晕，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绝对全满，找不到。OK， 好不好？所以今天这个呢，你们可以放心，还给你们六个月保价，不是说你今天买一个呢，79块就没有这个保价的，还给你们保价，好不好？所以要下单的粉丝来，直接可以打上来，可以直接打上来呀。OK， 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就可以了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很多粉丝有刷上来，炒面还要用盐啊，那。李燕，那个我已经给它调味了，所以你放心了，我已经把它调好那个味了。你看它很像麻酱椰香啊，它的面糊哟，看到吗？美吗？整个荷包蛋还要放在上面去啊，它很像麻酱椰香啊。所以今天煮东西不再是一个烦恼，不再是一个头痛。包括你今天你买锅买几十个，买一大堆杯那个火锅炉，在家买你的锅，我跟你讲，你被气，你头痛，你烦恼，因为为什么？你会担心今天你买了一个锅，位置不够放。要放哪里？我跟你说，今天你直接买这一台，你好过你买一个十个这一个锅。因为今天你买火锅炉，你只是放去喂一个碗厨，大热子才拿出来。但是今天我跟你说，你买这一个，你可以做火锅之外，你还可以平时拿来煮，拿来煎炸包炒，你还可以来煮 Maggi 面。你包括你今天你煲汤，你煲粥，你煲饭，你根本不需要去顾火，你只要选择功能，包括你煲一个糖水，像我们这样选一个汤的功能。糖水自动跟你煮好，自动跟你断电，自动跟你保温6个小时。所以你看刚才我们呢是直接可以热热去洗的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大金涂层是不一样，跟那个外面的其他那种普通不粘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记得不要大大力去刷它，也不要用那个铁铲。一，我们呢会有送你这个小木铲；第二，你今天可以很像我们这样买这一个呢，我们的这个 silicone 铲我们也是有卖的，如果是要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打上来，就是这么简单。OK， 所以我跟你说，它这个火候你们不用担心它，因为今天你可以看到它煮东西够快，它那个蒜米啊，连我们的虎牙妹啊都 control 不到，你就知道它的火候有几够力。它还可以来给你们调火，就等于你用一个 gas 炉。因为今天如果你煲汤，相信在座各位你们煲汤，你们都知道你们用一个 gas 炉，那个 gas 用了多少钱，你每一个月订多少桶 gas 回来，因为你煲汤，对不对？因为煲汤一两个小时，那个 gas 一直开着火的，然后 gas 一直起价。而且今天这个我跟你说，它直接跟你煲汤了，一个小时自动断电，你省很多 gas， 你省很多时间，水分又不会少，多简单，多方便。尤其是做人家老婆的，刚刚做人家老婆，我跟你说，老公每天嫌你煲汤不好喝，不够水分，不够味道，调火候不会。来，你跟他讲，从今以后你不再担心了，因为你有这个，你可以直接煲到那一个很好喝的汤，明白吗？就是这么简单啊。 OK， 像你之前这样来笑我洗头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很多粉丝啊 ，OK， 所以我刚才已经有打报价了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哇哦 ，good job， 来，所以我看到很多粉丝已经有下单，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 ，OK， 煮饭要按几号啊 ，OK， 来，煮饭很简单，来，所以呢，我再次做多一次给你们知道啊，今天如果你是要煮饭，完全不是关于你多少号 ，OK， 我刚才已经讲了啊 ，OK， 听好好啊，所以刚才有问我的粉丝们，今天无论你是要煮面。煮粥、煮饭 ，OK， 煲汤都好，你不用按多少号，你直接按这个选择功能，明白吗？你直接，你今天你是要煮面，你就按面咯，它就会跳一粒灯；你要煮粥，你就按咯，它就会跳一个煮粥；你是要煲饭了，这样子你就按多一次，它就跳去这个饭咯；你要煎炸爆炒，要做火锅，你就按这个；然后如果你是要汤，那它就跳去这个汤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你就不用管它，你就可以去忙了，它会自动跟你煮了的，明不明白？不用去担心它。记得煮粥的时候，你呢，它一滚了，你的盖呢要开一点点，
不用开关的，它是不需要你去理它的，它也不会溢漏出来，只是说你要把它开一点点，然后它也不会一直持续大火，因为它这一个已经是有 setting 了，你一煮粥，它跟煮粥煮饭的这个火候它不一样的，它会自己调了的，它知道你这个是粥，它就会跟你慢慢的焖，慢慢的煮，它那个粥是不会溢漏出来，明白吗？ OK， 来，所以我看到很多粉丝下单，我就没有读了的哈，怎样清理啊？ OK， 可以动倒水啊？ OK， 来，所以刚才已经有做示范给你看了，记得倒水倒左右，不要倒前后，后面是这个插头，前面是这个 button， 但是如果真的不小心碰到水，哪不骂，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、OK， 来，平凡说这个万能锅煲汤火候很够，那我很记得的，平凡，因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上次哦，平凡问我，平凡他问我，哎，这个好不好用的？然后他在 FM 他又在问我，那时候我们晚上在 FM 吃火锅那一时，在光头家的光头哥的家，所以呢，那平凡是不是我没有骗你呢？我跟你讲，真的非常的好用，是不用改太复杂，就平凡就好。对啊，我喜欢你的名字，来，谢谢平凡给我好评，真的非常谢谢你。相信这边如果是说你们还在犹豫的，来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手快有，手慢真的没有的，我跟你讲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你们今天真的有这个八折，而且79块，你们真的吃一餐饭呐、啊、都要整百块了，你买一台，我跟你讲。绝对不会只是拿来只是一个煲汤，只是拿来煮火锅，只是拿来煮一样，没有，它今天直接代替了舞台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OK， 来，电头可以碰到水绝对不可以啊。 OK， Hot Pantry， 我刚才有讲今天你洗的过程很简单，因为它洗不复杂，洗一洗这边里面水倒左右，如果真的不小心抹干它，不要一直拿水去冲它，因为怎样它都是走电的。 OK，洗就是洗外面罢了嘛，它里面没有弄到的，弄到外面抹干净它就可以了。OK， 来冰箱说虎牙妹会煲汤，绝对会啦，有了这个它一定会了。会啊。OK， 来，所以说那记得一定要公开式分享啊，因为如果你名字上面没有确认，你没有公开式分享，你抢不到这个优惠价的，明不明白？所以粉丝们赶快去公开式分享。现在呢，我们煮最后一样东西了啊。OK。炸的东西，因为刚才有很多粉丝呢，那已经在等着了煮炸的东西，最后一样了。所以现在呢，那因为我没有准备到炸鸡啦，但是我准备到薯条。薯条这东西，我跟你说，没有分年龄的，老的、年轻的、小孩子的都喜欢吃的。OK， 所以油呢，我们把它这个油全部放下去先。所以今天记得，总之是无论你煎炸爆炒的东西都好，你就是选择 hot pot。你这个选择 hotpot 就可以了， OK， 我就是按这个选择功能跳到这个 hotpot， 看到吗？它跳到这个灯 P8 吗？然后如果你调火候，你就要调小火，你就按到 P7 P6 咯，给它调这个火候， OK。 然后我再教多一次啊。然后如果有人问我今天我的煲汤我要2个小时的要怎样用，因为很多时候它煲汤只有1个小时了，它已经 automatic set 了的，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要比较更加的浓的汤，来，我们跳去这个键啊，煲汤的键，还1个小时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跳到一个，看到吗？加时这个2个小时，它就自动给你煮2个小时了啦，这个汤你不用管它的啦，就是这么简单。 OK， 所以呢，今天我们现在呢要炸薯条了啊，选择 hot pot， 直接跳去 hot pot 就可以了，就是按一个灯。哇，我跟你讲，你看我们直播1个小时40分了， OK， 最后一道菜了啊， OK， 我们的炸的东西了，今天炒面零失败的鸡蛋煎鱼没有问题，蒸东西没有问题，包括你煲糖水煲饭全部非常的简单，包括我们的 popcorn 美美漂漂亮亮，健康的 popcorn 自己在家里做，不要买外面，真的现在哦，不要出去，尽量在家里自己煮，然后过后又可以煮给自己的小孩子吃，一家人在家里吃，非常开心的。OK， 来够了啊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等那个火呢，我跟你说，哇，够快啊，你看到吗？5秒直接火候够力吗？你们自己看，火候不够力，炒不到面，煎不到鱼，煮不到东西。Hello， 艾丽倩 ，Hello， 来。哇，你现在已经有差不多了哎，虎牙妹哦，你看煮到七七八八了哎，艾丽，我塞了，我塞了，很开心哦，你塞了，来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直接把那个薯条直接放下去，会炸的，你小心一点哦，嗯，还好啦，因为我刚才已经给它融冰了很久 ，OK， 因为我知道你的 ，OK， 来，所以你看啊，炸薯条，很快，真的很快。看到吗？就是那么简单罢了。如果过完油
以放多一点喽。接着哈，如果是说你很多时候我们家里啦，因为用那种油比较贵的啦，你会担心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油比较倒先，来你直接把盖子盖着放去旁边哦。接着你看它煮东西，我可以这样子摸的，因为什么？这边它是不会热的，它只有温罢了，只有温罢了啊。OK， 火锅也可以。对 ，Vivienne， 今天火锅你直接很像我这样按 hot pot， 煮到它滚了，然后你要慢慢吃的话，像这样啊，琵琶对不对？hot pot 啊，你选 hot pot 就是煎炸爆炒还有煮火锅，然后现在我要给它慢慢去炸这个东西的话，我就按到一个七号咯，看到吗？脾气，如果你要更小火的话，你就会按咯，一直按这个就可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，看到吗？所以呢，它真的这个非常非常的方便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哦，女性们的最爱，你知道吗？我的顾客，我的粉丝啊 ，Coco 罗还跟我讲啊，他这个锅是他唯一最爱，因为他讲哦，他这个是打天下的，你知道他来蒸东西、来煮东西、来煲汤，他全部都是用这个锅的嘞，我都服了他，不用，真的非常的棒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，我看一看啊，有粉丝是刚才有打上来的哈，来，所以呢，84位粉丝们 ，OK， 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吗？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煮好了这一个呢。我们就差不多了啦，我们要下锅了，而且呢，我帮你再开回大火先。OK， 啊，你把它盖个盖子哦。嗯，你可以盖个盖子比较快。来了。原来你也会腰骨痛的，来，所以谢谢主播的教学，来也谢谢你 Kenny 哈，也非常谢谢你们，因为真的今天哦，我们不是纯粹真的只是要你们买，今天为了要你们更加清楚、更加简单的了解产品，因为今天有时候你真的会担心，你去外面买，然后有时候买得很贵，或者买得很便宜，然后又没有人教，然后又不能讲用。哎呀，买了这个，哎，只是拿这样子煮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是直接，你看我一直重复教，一直重复教，因为什么？只要你们会用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就觉得非常的方便的，非常的方便了的啊 ，OK？ 来，所以呢，如果还有问题的，可以直接打上来啊 ，OK？ 如果是想要再知道价格的，直接打一个八号，因为我们呢要关播了，要两个小时了啊，一下啊，我们呢已经站到，哇，你这么什么情况？好像是这样，你看煮东西很好用，来苏生秀，来谢谢你，来谢谢你们，非常的感恩你们呐、啊、，OK， 所以你们真的是非常的棒，今天还有很多我们的粉丝全部都打很多好评，真的感恩你们，真的非常感恩 ，OK， 所以呢刚才呢啊应该是差不多了，今天80台哦给你们抢到哦，擦擦巴巴的，非常快呀、啊、你们，一个人拿2台哦，一下子没有了，所以真的非常方便，因为今天这个哦。真的，今天不会煮又可以用，会煮的东西又不用担心要再晒时间了，让我们呢是可以省更多时间，省更多的那种煤气，好不好？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曲倩也是 thanks 来谢谢你们 ，OK。来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关播了，我们的薯条已经哇，美美耶，你看。哇，来，苏生就说79，对呀、啊，苏生，今天这一个呢 ，OK， 原价199，只要你有公开式分享，今天一台带走，听好好，只需要79块，直接带走这么多功能的，而不是小小台的26cm， 3.2个里德的啊 ，OK， 今天整台可以直接带走79块，西马加10块钱邮费，东马加一个呢，30块的邮费，今天西马买2台，西马直接免邮，然后今天我们给你们6个月保价之外。还给你们整套8样赠品直接送给你们的，你买一套我就送一套赠品，你买2套我就送2套，好像刚才我们有一个粉丝买一个3套，直接3套赠品直接拿走，明白吗 ？OK， 所以你要卡其色你打 AK 加一，你要粉色你打 AP 加一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就是这么简单啊 ，OK， 来，所以呢我们呢啊真的差不多了啊 ，OK， 所以如果是说你们真的是觉得哎呀买一台要煮汤，另外一台你
你来焖东西也是可以，或者你买一台来试也是没有问题啊。但是下一次你就要给两次邮费 ，OK？ 就是这么简单啦、啊、，OK？ 来呢，我们呢，哇，差不多哇，我整身哦，那个汗哦一直在流哟。OK， 来，所以呢，68位粉丝们来，非常谢谢你们啊！我们呢就差不多了啦，所以呢已经煮完全部东西了，煎的、煮的、炸的全部都已经煮完了，所以呢，那我们现在要等一下要开始吃我们的晚餐，我们的晚餐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，我最喜欢应该是那个薯条啦 ，OK， 因为薯条这东西都说没有分年龄的，什么年龄都吃了 ，OK。来，所以呢，苏胜也是要 AE， 然后要卡其色，可以没有问题，马上跟你做个记录。苏胜，记得帮我公开分享先，因为呢，如果你没有公开分享，这样子就要拿颜价。先公开分享一次就可以了，在你的个人主页好不好？先公开分享一次先啊 ，OK。如果是说你们不会用的话，担心这个问题不用怕。今天你一下单了，然后你汇款了过后，然后如果你收到货，你真的怕你还是不会用，你直接联系我们的小帮手，然后直接叫他发那个 link 给你呢。我们直接有视频教学的，直接视频教学教你 A 到 Z 怎样去用，明白吗 ？OK， 来，所以呢，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，粉丝 already share 来，谢谢你看到你的分享了，来，谢谢你啊 ，OK， 苏胜，来，所以呢，64位粉丝们，来，非常感恩，感恩有你们 ，OK， 所以呢，也今天教学到全部呢，应该。都明白了哈 ，OK， 来，所以苏西哟，拜拜，来，谢谢你苏西，来，所以呢，如果是没有问题的话 ，OK， 来，非常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来到全马最值得信赖的网上直播购物平台，所以我是今天主播表妹，还有我们的虎牙妹啊，不敢摸，哇，我先噎死 ，OK， 你看他很威水啊，今天他煮这样多，炸东西 ，OK， 来 ，Ellie 也是说拜拜，来，谢谢你们啊 ，OK， 所以呢，我们呢 ，OK， 你们留守我们下一场直播。OK， 下一场直播啊 ，OK， 所以你们先休息一下子啦，等一下我们呢还有下一场的直播的，来，各位说再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